通知书你是编成个什么样的形式，但是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中国的传统的文化，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。从学生入学以前开始就引导他们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然后进校以后呢不但要学习传统文化，而且呢就是要拿起毛笔来啊，把中国传统的书法文化要传承下去。